电子游戏室玩这个，现在可以在 A330 场地上玩这些，感觉真的很不错。当时拿到 A330 的话，看了画面特别逼真，也许是因为手机拍的话效果不是特别好。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下，中间调节一个其他功能我相信大家不感兴趣，也就是说图片回来看图片。但是拿到这个画面的还是相当不错。好了，我们再把外观长这里头看看，这个按键是优化的，再看一下还有手机拍。PS，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据说是可以去的。其他地方二和二键，两个呗，比较棒的音响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朋友在搞笑了，对。Made in China， 中国的，因为中国第一名，好。好 ，OK， 今天暂时到这里，好，拜拜。